明天讲一下，我们前几天在讨论的时候，我们有讨论出几个重点，好，然后想说，让我们各个团队，因为候选这一次呢，也一直跟我们的光电蓝师还有明天讲师在沟通，说我们未来做干部培训哈，不要再用个人名义来报名，因为个人名义报名哈，想的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，可是呢，我们如果用团队的力量去做。比如讲，这组东西，每样组会得入。那我们坐下来彼此检讨，为什么我们的道路发展会有现在这个现况？好，那把问题跟原因找出来。各位浅浅，到去看过医生呢？无看过医生的浅浅举手。真的，从小到大没有看过医生呢？哦，看过医生啦，龙虎啦，哦。那各位浅浅，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第一件事要做什么？问诊，诊断。啊，为什么他要诊断？因为伊要了解你的问题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对了哦。啊，各位浅浅，我们今天来做这样的道路培训，如果我们要去检讨我们的道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需不需要去怎样找出原因？啊，各位浅浅，你找得出原因吗？哦，我能浅浅摇头嘞，那摇头就代表可能还要再努力一下下。好，因为如果你去看这间医生，医生连你的问题都找不到，请问他开的药你敢吃吗？不敢吃啊。刚讲，阿哥先讲，我们哈、哦、虽一人，谨记多少苍生性命呢？如果我们连我们干部自己在办道的过程当中，问题在哪里你都找不到，那我们对得起众生吗？对吧？好，所以我们要先来讨论一下，讨论。那讨论之前的候选让他看，让大家看一张表。这张表我们要先讲一下，这张表哦，等一下大家看到会很震撼，震撼啊！但是哦，我们用正向的力量去思考它，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等一下后续要让大家看的是103年到108年新春志向班跟悔过班。各单位的入班人员，啊，各位先生，想要不要来看这个？为什么要让各位先生看数字？是要去比较吗？啊，我板料较好啊，你板料无好啊，感觉呢？不是，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办到的方向跟力道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办到的方向跟力道错误了，请问你觉得入班的班员会越来越多，还是会越来越少？少了，少了，少了，一定会越来越少。啊，如果你的办道方向对了，力道也够了，请问人员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？越来越多。好，那候选先想一下，还没有看到之前哦，先想一下。看着爱心中爱较大粒的，较大粒的吼，好。好，看一下。看得到吗？好，大家花个2分钟，好好的看着这个数字，然后呢，想想看，103跟104没有把台北的加进来，
哦，新春志向办，然后104年也没有加，所以有这三颗，加其他的，可是应该大同小异的，看一下。啊，这张表看一看哦，不是让各位浅显以后谈是非用的哦，这是重点哦。你茫当起来讲啊，对一个单位人爱比较少啦，然后一直攻击批评别人的道场，敢袂使？嗯，买吼，看家己就好，不要去批评别人，好、哦，不要去批评别人。修办道批评别人，就不是在修办道了。嗯，好、哦，我们可以看到各道场人数到底是逐年增加呢，还是逐年减少？好，那这张表呢，就让它亮着，亮着了哈、哦。那待会呢，或许要先让我们各个团队都分着纸嘛。你看，等一下可以，大家都有纸笔嘛哈、哦。等一下呢，各个小队里面啊，先这样的，各个小组里面先找出一个小组长出来，来开始挑选。你们就是比如记得敬一个小组长，记得敬一个小组长，记得敬一个小组长。记得组长哦，喜爱可以发言的组长，可以发言的啦哦，可以发言，不要欺负年轻人，好不好？或许纪念的心。你想什么人？你走！我们前辈者不可以一直欺负年轻人哈、啊，没塞哈，要勇于承担，勇于承担啊，别当欺负少年的啊，你欺啊，那不好。哎呀，对，你做个新任组长啊，新任的组长。哎、欸，最好是这一组里面看谁的道值最高，就他来做。最好啦，最好啊！当然点传师除外，好不好？点传师除外。没有啦，点传师一样啦。卖安尼啦，点传师除外啦。好，都袂使，都袂使，好，卖受限，你看点就好，你看点就好，我无意见，你看点就好。OK。你话点传师无去的，迄个就是爱做的无，都嘛安尼。迄天无来上课的人，拢做班长啦，敢是？对了啦吼，好，找到小组长了吼，都知道了吼。好，接下来请小组长兼会议记录。啊，你好，我多。啊，不要！小组长当主持人主持会议，然后呢，小组长指派另外一个人当会议记录。啊，你敢袂使？没啦哦，来开始。小组长指派你们这一桌里面有一个人当会议记录。等一下后续要一个一个问哦，不然等一下没有人做就不行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请大家面对面，转过来。哦，这么心疼啊。要讲这件代志哦，啊那要记录下啊？无啦，记录迄个什么啦？那个如果一桌里面低于四个人的候选建议合并，一桌里面呢、啊、少于四个人的建议合并。甘要合并一下，分两两个人尔。哎呀，原来你来这组好啦，哎呀，那个浅浅。好，
来，啊，懒得不来。请各桌的小组长举右手。右手。好，选团队。各桌的小组长举右手。哦。啊，然后呢？各桌的小组长的会议记录举左手。我无，我无团。你无团。安尼你做组长，安尼你做组长，你做组长。OK， 好。可以了吗？好。大德啦，第一个问题。对啊，大德好啦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目前，好，各位请先，请听候选这边，等一下会有很多你们聊天的时间。第一个问题，请针对一张表的数字去做检讨，为什么？字太小啊，没关系，好。就是这一张表，入班人数的现况去做检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。第一个问题来会议记录，请帮我记啊。第一个问题是，针对这一张表，它的人数，去做检讨，为什么人数会这样子发展？原因在哪里？好，问题在哪里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。好，会议记录记好了哦。第二个问题，请讨论各个小组、各锅你们自己负责的道路目前停滞的问题点在哪里？就是各个道路团队目前列团队出现了什么问题？把问题点先找出来，当然有很多的优点啊，优点我们就先暂时放着。我们先来找问题，问题找得到就有救了，问题找不到就乱吃药也不是办法。哦，这很重要嘞，各位先生，问题找到吼，食药啊较会好。你若找无吼，你安那有白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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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袂好。哦，先找问题。好，那给各位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一直到11:45，弄起你们聊天讨论的时间。那讨论的内容哦，或许给大家一个方向，各位先给大家一个方向。问题很大，大到你没有办法解决的，先放旁边，懂意思吗？就是你这组没有办法前进，比如前进是因为某咪人的问题，啊，但是某咪的问题你跟我都解决，解决不了，解决不了，那你就把这个问题先搁着，不去讨论，讨论你觉得你比较有机会可以去解决的问题，第一优先，哦，你可以解决的问题，第一优先。解决不了的写下来，先放旁边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开始动作。因为他第一个问题是要针对我们这张表的数字做检讨，为什么会逐年下降人数？为什么？现在要记录啊！你怎讲的？就是讲老菩萨，老菩萨啊！但是也有新的亲口的脸啊，往生啊，啊新亲口投财，最不善人数啊。
时间有限哦，请尽快。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，那个看自己单位的问题就好了，把人家单位吼，嘿，把人家代志，把人家代志你嘛解决袂掉啊，解决家己的代志就好，所以看自己的单位，看自己的组别，哦，所以比较实际。我那个是我老婆在，我也是我老婆在，那个气候啊，气候温度会也会影响，对不对？身体状况的吼，没有身体状况，气候温度影响红沙上班呐。没有没有，对，身体状况的对。嗯，寒冷的时阵吼。啊，来第三就是少年的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像你遐水哦。哎、欸，我都唔知金美像你遐水，看你是讲你要煮菜，我唔知你像你遐水来，我金美像一个。无啦无啦无啦，阿喵喂。嘿嘿嘿嘿嘿，人才人才，这人才人才，快走啊快走啊，那个，这人才呢？那个，那个年轻的，那个代表有代志啦。工作，因为一定会讲到年轻人啊，年轻人哎，很多人没有入班啊。嗯。年轻人。对对。工作还有。理念很重要啊。对啊，那是理念。你理念，谁没有工作，理念如果正确的话，再怎么都会挪出时间，因为我的计划表示一整年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是其实理念不健康，理念的问题啊，那个工作。你等一下爱姐去报告嘞。啊，那是看卖人在赚天币的，你去讲彩礼赚天币的。应该是你，你讲练你的学习。哎，你要独撑一面的道路吼，要有历练的，你蛮乖。真的啊，你恁即马蔡经理拢去锻炼，晋江你今年都不是你咧撑啊的。其实咱第一条，咱第二条。停滞的原因呢、啊？对、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一点嘛，三个问题，三个点。啊，那个第二点啊，第二点要讲哪？讨论自己组别道务停滞的原因。团队的问题点嘛，每个团队一个。没有，就是对呀、啊，我们这一个自己一个组别的团队的道务停滞的原因。